出现，我不相信你这么迷人。我又不出门啊，对哦，去哪里碰到？都宅在家里楼下管理员。而且像我这个像我这个年纪的，我真的，我假如说跟我同年的那种，我经常看到我，他受不了，他心脏一定停掉。我这么辣，对不对？手来下哦，妈别闹了哦。哇，哎，你让摄影师兴奋呢，刚刚还没听到摄影师叫，哎，小贝，你用生命在呐吼、呐喊的感觉有没有？哇，你看，真的是台湾正宗的怪奇比例。大家好，我是比利姐。工作人员，来来来，两位女儿也一起好不好？我们在这边陪着妈妈。Well, Billy Jean， 各位朋友，今年的妈祖绕境太短了。如果你没有祈大福，就来这里。有没有看到天后？天后中间是天后的妈，要叫什么？天母。天母，各位来自天母的天后，恭母拜下。我好像不太行，我记上哎。因为要帮他翻身 ，Oh no！ 翻身，因为我就是希望能够，假如说有个男生，你不见得要结婚，然后你可以，他又喜欢音乐，他又喜欢时尚，然后他又可以聊得来，然后很幽默，然后最重要他会要会电脑，因为我不会电脑。对，你生活中真的都没有出现。我不相信你这么迷人。我又不出门啊，对哦，去哪里碰到？都宅在家楼下管理员。而且像我这个像我这个年纪的，我真的，我假如说跟我同年的那种，我经常看到我，他受不了，他心脏一定停掉。我这么辣，对不对？有些孩子太辣了。太辣了。多交朋友吗？他不会鼓励我。他不会鼓励我，他那么机车，他我没有去过健身房，也没去过舞蹈社，我就是我唯一的运动就是走路，对，我不管做什么，就是走路，因为走路你可以边看人，然后看店啊，蛮好玩的，太爱笑，所以我常有时候会笑到人家翻脸。哦，你讲上次那个在医院的那个，我去检查嘛，对，然后那个人看到我，他很兴奋，那个护士小姐就说。啊，比利姐，好久没看到你哦，好开心哦！他就是帮我弄那个擦肚子啊什么，但因为很痒，我就一直笑，哈哈哈一直笑。然后他就说你不能笑哦，因为这样会咽不出来。然后他又一抹，然后我又一直笑，笑到最后他翻脸说：“比利姐，不要再动了。”